然后这里就是有多快跑多快啊，每个车都是，你看我前面那个货车已经跑得不见影子了，现在车速是80，赶快离开，争分夺秒。砸下来一个小石头啊，没啥事，砰的一声响。看这个桥，这个桥那边有个洞啊，那个洞不知道通到哪里。冬天的时候就想去看一看，但是没有机会去了。怒江大桥，怒江大桥之后呢，这个山啊看着没有那么险了，但是实际还是危机四伏。现在就赶紧往前走，赶紧上天路72拐，上到顶上就真的是可以说没有什么危险了啊。现在就正式开始上山了，天路72拐，大家看看这个山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寸草不生了。现在正式开始拐啊，朋友们，都是大拐弯啊。第一拐，本来车开着空调的，我把空调关了，我怕这个上这个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上坡的话车很吃力，开着空调就更吃力了。第一次反走318，然后是上72拐，不是下72拐。现在上到1/3了，朋友们，慢慢上，早着呢，还有23公里上到顶。前面有一大片绿色啊，那是个村庄，半山上的村庄。从上面下来看到村庄，以为是已经到底了，实际还没有。看来到村庄了啊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树，就有绿色。朋友们，差不多上到一半了啊。快到山顶了，看看这个山，现在在半山腰。大家看一下外边啊，这一层一层的，就是从上面看下来的72拐。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就看不到啊，上面。这里还有一个村子啊，这村子真的是不容易，这上去难，下去也难。真的是有点难。看前面那个山是白色的山啊，终于快到顶了啊，还有5公里就到了。大家看看啊，这个路直接到顶，然后现在正在下雨啊，这边这次真的到了啊，到山顶了，走下去看一看。哎，不容易啊，这一路上来。哎，一路翻，终于是上来了，朋友们。
这次说真的啊，我们那个车我都有点担心，不过还好上来了。哎，真的不容易啊，这一路。朋友们看看啊，72拐的游客服务中心，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。不到拉萨不洗车。哎呀，卖东西的。这是蜂蜜啊。拐了有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是拐上来了。拐的怎么样？拐睡着了。拐睡着了，小孩呢？还在睡。小孩也睡着了，两个小孩都睡着了。明明是在怒江大峡谷就已经睡着了，佳佳是在那个72拐半路睡着的。你呢？我是快上来睡着的。哎，太难了。上面好冷，瑟瑟发抖。对，下面热的是。下面热的出汗。这上面是太冷了。这上面有4500的海拔吗？差不多就4500。又是下雨天，要是不下雨的话，能看星星啊。一般上了4000的海拔看星星特别漂亮。是的，我们的车就停在这里了啊。这大破车可以，这一路没有停，哇啦哇啦就上来了。72拐给你带上来了。对，我担心它开锅了，然后它不跑了。实际也开锅了啊，开锅是正常的。把我的手机支在这里拍个延时啊，朋友们等一等，等上2-3个小时。看前面观景台，人多的。看前面还有两位小朋友戴着头盔，骑着摩托车。几岁了，小朋友？7岁。七岁了，哦。你是哪里人啊？他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，现在。广西人。广西人。对。也算是，经常看到你发表东西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看到你了，怎么你还没回家？我现在就在回家的路上啊。广东的朋友。啊，广东的。一个人是吧？对，一个人。OK。今天去然乌湖。对，打算去。行，能去得到，只要下面不堵就能去得到。对，按道理应该能够去。行，我也算是已经发个粉丝了，因为我以前经常看你。所以呢，我以为你回老家了，没想到你还在这里，我也没想到会碰到你。是的，有缘就能见。什么是穷游？穷游似水年华。似水年华呢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哎，问你，我也上镜了，我也全国出名了，免了，好多人认识我。一路顺风，一路平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OK。佳佳明明也睡醒了，我们去观景台去看看啊。72拐观景台，哎，这边就能看到。看到没，佳佳？这边，明明，这边。看到什么了？看到老师。还看到了什么？还看见了路。弯弯曲曲的，是不是啊？爸爸。啊。它叫72拐，有72个转弯吗？不止72个，知不知道？可能有100多个呢。知不知道，明明？那为什么不叫100多个？它还有个名字叫叶拉山99拐。你看那边那个山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红色的，看到没？那都是石头的，还有灰色的，是不是？好好看吧。这个地方全国独一处，知不知道，佳佳？但是在新疆的时候，还有盘龙古道啊，那个跟这个又不一样，各有各的美。此刻7:30啊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然后车也少了，感觉已经非常安静了。啊，肚子饿了，媳妇儿在做饭，来看看在做什么？哎，人呢？这是在洗碗，做什么？中午的米饭在炒个青菜。可以，一筐青菜，是不是啊？然后这是中午买的这个辣椒啊，还没吃完，
倒进去洗一洗，先把这个牦牛肉热一下，倒入辣椒，用手了啊，这个非常下饭啊。朋友们肚子也饿了啊，先吃个牦牛肉。七十二馆观景台，吃这个饭非常不错。牛肉炒好了，现在拿大锅炒油麦菜，油麦菜太多了，小锅炒不过来。先放入蒜爆香，下青菜吧。还颠锅呀，老公，多炒一会儿。青菜不少啊，多吃点青菜，我在外面基本上没吃过青菜，多吃青菜。嗯，没有盖子啊，是这样子。朋友们，我们开始吃饭了啊，这外面太冷太冷了，吃这个米饭，多吃菜，做得好。嗯，青菜炒的非常好吃。能不来？牛肉炒辣椒。啊？再看看车窗外，天要黑了啊，夕阳西下。拍照打卡人太多了。佳佳吃饱了没？天已经黑了，朋友们，外面的云还挺好看的。咱们再下来看一看啊，朋友们，看那边的云，黄的，那边的山，金黄的啊，看看，那是太阳的余光。上面天好像还有个洞啊，看看那边的云，哎，黑了黑了。七十二拐观景台的人照样多啊。大家看看啊，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幕，感觉火山喷发了一样啊。朋友们看着还不错啊，这个时候呢我把车要移个位置了啊，这个位置是最好的位置，我要移到角落里去，因为明天早上这车不停的来，我们也睡不好，停在角落里人少一些。七十二拐的垃圾烧了啊，烟很大。哎，今天就结束了，朋友们，车就停在这里了啊，这里不碍事。